我想照镜子，魔镜魔镜。你会做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气象是第一时间，我等地太好。天气怎么样？台南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，气温26到31度。有什么新闻？今天股市如何？大盘上涨30点，收盘价6400点。现在几点了？您好，现在时间是0:27。我想看电影。不要放了，我想听音乐。不要放了，天气怎么样？那高雄呢？高雄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时雨，气温27到31度。有什么新闻？社会新闻有：斗胆枪击关公，因杀人未遂起诉。今天股市如何？你会做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现在几点了？您好，现在时间是0:29。有什么新闻？政治新闻有：俄语俄斯大离家，邦交传警讯。我想看电影。不要放了，不要放了，我想照镜子。